昙花，每年都开得鲜艳，开得漂亮，惹人子喜爱。因为你喜欢海棠花，我也喜欢海棠花。建国以后，你就选了这个盛开海棠花的院子来居住。很多事情，很多会议，因为他是国家六七年，他什么都管，没有他不管的事儿。他能休息吗？他休息不了。保温杯里啊，就装那个玉米糊，啊，两片面包。总理坐着车呼呼就吃了，等到到什么地方路上也就吃完了。让服务员把茶水端回来，把在杯子放那，外面也看不出来。打开那儿，他就喝了。那饿呀，他到时候。